我们要以最高规格国际巨星的规格送他去香港。啊，你没穿裤子啊 ？OK， 上面还有一个台子，往上踩，往上。哎呦，忙到太晚了，明天要出国，我行李都还没有准。啊！等一下，天啊，忘记换外币了。喂，不要着急，就让聪明的我告诉你。现在呢，只要申办 Retra 数位账户，就可以在海外 ATM 提领外币，而且呢 ，Retra 线上换汇方便又划算。太好了，这样子我就不用担心出国换钱了，可以轻松出国。耶！现在网络上面那个理财资讯也太多了吧，也不知道哪一间比较好。哎，就这个，但他没有写是哪一间银行。喂，你不要上网找资料了。我知道你没有理财观念，我直接跟你说，现在 Retra 美元国储呢有不错的 4% 优惠利率。如果你还有你想要存钱的话，可以用 Retra 钱滚钱，赚出更多利息。哎呀 ，Retra 太好了吧？是啊，再好了。听哥哥说，现在 Retra 的数位账户美元国储有很不错的 4% 优惠，赶快来看一下。哎呦！现在申办 Retra 的账户还能享有好康大礼包三大独享优惠，而且 Retra 的台币账户有很不错的 3.28% 活出利率。不止这些， Retra 美元呢还享有定存优惠 10% 年利率。另外呢，我们还送浪分优惠券，比一般的汇率呢便宜又划算。我刚刚下载了，你们下载了吗？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Retra 数位账户吧。而且，现在开户并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用户礼15美元呢，太爽了吧！如果你也想要获得15美元的观众，赶快点击影片下方的资讯栏，让我们成为 Retra 的一份子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黄兄弟，我是伟伟。看到这个没有褶褶的开场，应该就知道有可能是惊喜，也有可能是整人。之前的 slogan 用了太多次了，所以我绞尽脑汁修改了一下，虽然我知道没有差多少。但这不是重点，褶褶的生日即将要到来了，全体工作室真是从上到下动起来，因为他实在是太难整。你知道吗？之前大费周章精心设计的一些桥段惊喜整人，他总是给我露出一副预料之中轻谬的态度。你们要对我干嘛？来，快点哦，拭目以待。所以我不甘心，我决定要搬出之前3年前的企划，复刻打碎再创新。我们要以最高规格国际巨星的规格送他去香港。但是大家想说送出国是不是很无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会在香港为他举办。喵喵喵，就是跟卖个关子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大家看下集才会知道啊。当然呢，要以这个巨星的规格送他出去嘛，势必一定要有。将一个帅气的执事，当然旁边一定要配上两位女仆呀。怎么样？你们进来不是应该有个青春活力吗？主人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服务的吗？摸一摸就。要什么服务？啊，这是什么暴力女仆？来一下摸一摸就嘛。那明天要上戏耶，那专业的来一下。啾。啾。快。啾。好的，明天的话呢，因为今天其实是前一天，则现在在上课，然后我们就稍微的呢，先角色演练一下，要为了让你们就是更投入这个角色。明天我们除了我们三位服务我们家主人、我们家巨星褶褶出门去机场之外，我还有专属司机以及贴身保镖，好不好？明天完全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呢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帮他整理一下行李 ，Let's go。要来一点啊！我们要一起 say no go， 来5、6 say no go， 深入敌营。呵，趁哥哥不在，现在赶快搬东西，应该不会发现吧？看他衣服这么多，少个几件，应该不会发现。而且，相信呢，你知道巨星是要换很多套衣服。所以我们帮他搭配了一些服饰，让他可以在那边不断的换衣服、拍照，拍出很多很好看的 IG 社群照、Facebook。欢迎追踪褶褶的 Instagram 哦，毕竟褶褶生日嘛，对不对？
大家呢都可以在影片上线啊，到这个实际他生日2月10号的这一天，疯狂的灌他的私讯，然后在他的贴文底下留言一大堆生日快乐。首先先放入我的衣物，干嘛？我从我房间移过来，当然是先放我。你好，弱智粉。嗨，然后他的内裤在这。剪成这样，哎，怎么会这样丢成这样？我没有办法把内裤丢在这么多上面嘛。这边也有内裤啊？为什么他把彩色的内裤跟黑色的内裤分开来放？可以啊，怕他需要多换几件内裤，可能给他的惊喜太感动，然后他会尿裤子，所以我帮他多带一件。噔，好了，完成了。然后我刚刚突然瞥到一件事情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你房间要放球棒 ？Why？ Why？ 你要小心一点，对吧？我要小心一点嘞，吓死我了！为什么会放球棒在房间里呀、啊？好的，那我们这个哲哲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明天即将启程。我还有 Mina Song， 我们是皇室教床团，高效率、准时，包你有一个甜甜的早晨。有任何的商业需求、任何的合作需要，欢迎拨打这串专线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订单，早上6点，王先生，我们的 superstar， 马上就去叫他起床。Let's go。嗨，すみません。喂。嗨。怎么了？嗨啊，おはよう。おはよう。哎，那个，来，我们呢早上早晨服务，我们睡眼惺忪的时候需要来一点毛巾擦擦脸。真的是亚莎西呢，我们的那个女仆非常的温柔。像如果是我的话呢，就会是这样子，嗯，洗干净，擦干净啊，啊，哦嗨哟，起床哦，穿裤子啊，你没穿裤子啊，嗯，哎呀，内裤的是啊。来来来，我们呢为您献上早晨的第一杯 orange juice 或是我们的 coffee， 请问你想要哪一个呢？你选择继续睡是不是？不然，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化身暴力形式教训。来，请起，哎，柳橙汁请地上哈，豆子，哎啊。先喝一口呢，早上的时光就由我们的柳橙汁开启。好的，那我们呢？黄先生，我们今天看一下你的 schedule， 第一个行程的是什么啊？晨练的部分啊，我们要赶快着装盥洗完，要出发去晨练喽。晨练？晨练什么？你有跟那个某个巨星约好今天要晨练是吧？嗯？叮叮叮叮叮叮叮啊！这都没点呢。哎，喂啊 ，Blackpink 哦 ，Blackpink 哦，啊，老师，哦嗨哟，哦嗨哟 ，Lisa 啊啊，我们家哲哲还在睡觉啊，你们都那么早起哦，啊，好啦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他绝对会准时到达，我们皇室教团都非常的专业的，嗨，那待会见喽，来 ，Sayonara， Sayonara， 哦嗨哟，好，先回去，关系，我们待会见喽。请问盥洗好了吗？我好很久，好很久了。来来来，请出来，请出来。我外面已经有热腾腾丰盛的早餐在等着你喽。哎，身为我们的国际巨星，你的人身安全准备是最大的资产。所以，哎，你也来了。哎哎哎，不要太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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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太紧。最危险的就是你们吧。不要太紧。好烦。用餐区，用餐区。我刚想说，为什么觉得我好像睡不饱，然后看手机6点，这画面好像有曾经出现过啊？有吗？就是我们带你去韩国的时候。哎，该不会？所以那时候6点起床的时候，是你是这样的感觉吗？有到这个心情了吗？爽！要是没有摄影机架，我是在骂人的。来，我现在呢？我吃肉汤，就好好的吃早餐。我好像也没有办法说不的权利吧？当然没有啊。什么时候拍片有说不的权利了？如果有说不的权利，我也想要说不。可是每个健身餐啊，不是巨星级的吗？好，一大清早6点来了健身餐啦、啊。没事的，就这样子吧。来，好好吃饭。怎么惆怅着脸呢？
累到快死掉。你们这次要更精彩一点哦。来，保镖在门口等你，超称职的啦。我有点在，我谢谢。别挡路。对，我坐后座吗？后座。是啊，是啊。对，好，两位保镖请上车。来，上来啊！不要推挤哦，不要推挤哦，不要推挤哦。来，关个门。最挤的是你。不要拍了！多么安全的车，后面两位贴身壮汉在守护你的一切行程，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？我当然不知道这样子睡不睡着，也没有这样突然又醒了，又睡睡又醒。可以的，还是需要我们保镖还有提供一个叫做急晕服务。我刚刚我加了一个就马上睡。是，我刚刚正好查一下 briefing 在哪里哦。嗯，他们现在在香港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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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OK， 上面有一个台子，往上踩，往上。保安怎么做事的？我们为了维护安全。对对对，这里这里这里。好，来，你可以把你的眼罩拿下来。我跟你说，我先讲一下好，干嘛？我刚刚一开始没睡着，想说哇，怎么塞车？我们站过来一点。哎，塞车塞车。就迷迷茫茫的，就怎么回事？然后。后来呢，一下顺了，然后顺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没有打方向，就是没有打方向灯，就是没有在转弯。我想说，哇，应该是五羊高架吧。然后因为五羊高架前面才会塞车，因为这时候是上下班时间，是应该是在新庄跟五股附近。哎，你可想而知。然后我又听到那个飞机的声音，然后轰轰声，我果断拆一架，我们在机场。你是什么？欢迎来到桃园国际机场。好啦，但毕竟你这个颜值破表、冰雪聪明的哥哥，我也瞒不住你啦。你刚刚都已经猜到了，今天我们要送你去暌违三年的香港。所以我们是认真要飞，不是来开玩笑的。我认真要飞啊，只是我觉得有点小灰心，就你真的好难整，你可不可以好整一点啊？你刚刚脱口而出香港，我这样直接这样子。不是啊，因为你们刚刚不是说我们要去找 Breaking 吗？那么我哪知道 Breaking 在哪里、啊？他们真的在香港办演唱会？那么聪明，怎么行啊？所以没有 Lisa 吗？嗯，是 Lisa 吗？我就是你的 Lisa。你就在旁边稍等就可以了。今天你就是巨星的等级啊，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，在旁边笑就好。那个形象我没看过哎、欸，那不是我们的，那是他的。啊你要跟我们去，他不会跟我们去啊？不是，他们去员工旅游了。我们等下见。我真的觉得你们疯了。你们知道现在出国多少人吗？我前几天看新闻说，那机场人满为患。你看很吵。哎呦，拿到机票了哦！我最近真的扎扎实实，还守不少安心感哎。刚很不安心吗？很有可能真的要到这边，然后假装拿个行李拖着这就回去，把我们当大骗子哎。不是，以前真的发生过。现在下去啊！我们要下去哪里？我要回去搭捷运了。就我们现在回去了，就那么简单。你是认真的？我是认真的。来，不要再讲了，前方就是你的登机口，就往那边走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孩子，去吧。有哦有哦，只是你要舍不得啊！哥哥一个人要登机了。Say goodbye。哼哼，他也不知道到达那边之后还有惊喜的等着他。干嘛？为什么？你整个人直接瘫坐在这，是发生什么事？今天呢，你这个礼遇就是你好好的休息吧，我去替你拿吃的喝的哈。少爷，为您上餐。来，请用，请用。对，单膝，单膝跪地，请用哎，劳碌你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，手工特调珍珠奶茶。真的很像平时的你哎，天哪！我平时不就这样服侍你吗？你的吃喝拉撒睡，全部都是我。一手拉拔长大的呢。登机啦！
还不错啊。这种机型我很喜欢，好像是耶，这个机型。好，免费盖盖。什么东西？哎，哥哥，我有自己的 SOP 的。拜拜。哎，怎么拉不起来？看来他就是注定要我跟你。啊，不可以拉。你刚刚是不是说手机在响？对啊，因为没错，我原本是习惯在家起床。哎，对，你现在才刚刚起床。没想到我是临坐飞机，没有。哇哦，很享受。你要不要吃我的面包？你最喜欢飞机面包了。对不起，华杰是学会的点点。沃某。为什么？你不会装流流沙一次吗？哦，香港美食。不要吃太多，不要吃的少吃，不要饿到。看到了，而且刚刚很好玩的是，我们被那个海关抽检，是口头抽检，我第一次哎、欸，他就给我们看说我是香港海关，我问你们几个问题，你们来玩吗？待几天？问问题。对，然后住哪里？你们做什么工作？那我可以看你们的频道吗？我连频道都给他看了。哇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拿行李，然后就入境了。阁下在这儿。阁下，哎，真的，阁下在此。我刚刚呢传了两个，一个是电子的入境，然后一个是你的快筛，二十四小时内的。你没有什么问题，你们把我快筛从抽的，就是你顶起来。因为我们骗你说是你接触到，去银行，对，然后我说银行的理专有人去，然后要我去快筛，然后怎么会那么衰，我都没有出去玩。原来是因为这件事，对，偷偷，我们就是捡起来啊。捡这种干什么？你们那有什么毛病？我们爱你。我傻眼。哎，那我垃圾我不会乱丢东西，乱翻。不会乱翻，你让我们手勾勾。我们要出去大厅了，有看到什么吗？没有啊。嗯，我看到熟悉的脸孔吗？有看到熟悉的脸孔吗？天气很好，天空很蓝。Hello， 可以啊，当然。Hello。为什么有人也推着这个行李？是你也刚下飞机吗？啊，你们等一下飞哦。我真的要飞去哦。飞去台湾呐、啊。飞去台北。我们来，然后你们飞去台北。对，等一下飞台北。那我们一起拍张照好不好？来，我告诉你，没有，你不可以自己拖行李啊！今天没有，今天你就是帅帅的就好。我今天不要碰到任何东西，没错没错，我躺在这好不好？可以啊，躺着拖我走。你躺在上面，你坐在上面，我推你走都可以。刚刚好，因为我们就是软的。如果你是硬的，就装去。好，我们现在下一站呢，要送你去饭店。我先饭店，不得了哦！来来，出发，多不得了！搭车搭车，你包下整个饭店了吗？接下来去了每个目的地，到达之前都要给你蒙。我帮他举办了一个喵喵喵，什么叫做喵喵喵呢？就是我秘密的。